竹哨，那里边有一张纸，上面写着一些字，我看不明白。那你把东西放在哪儿了？我怕丢了，藏在咱们分手的林子里了。 必须拿下枫林渡，拿下青木镇到枫林渡这一线，就可以切断日军的水上补给线。中天宫的后勤吃紧了，他就顾不上咱们了。可是战力还是有差距的。不在青木镇这一线，我们的兵力并不比他们少。那个新型手榴弹的问题怎么解决？上次战役，阵亡将士中的40%都死在那东西底下。 连木良逢的特务连都损失了50%。报告！报告，军座，木良逢在到。连长，军座，别叫我，别叫我，我再也不是你的军座，军座。 因为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违反军纪，军法处已经判令对你严惩，你这条小命啊，我保不了了。我一个堂堂的军长，一天到晚要围着你这么个小兵蛋子转，为你操碎了心。可是我得到了什么？失望，失望。 这次战役咱们死了那么多人，他们为了什么？为了打日本鬼子？为了救自己的弟兄？你为了什么？你为了一个女人。军座，报告军座，我奉军法处的命令，来替木良逢对待执行枪决。军座。 我冤枉啊，军座！我没什么话说了，我也不想说了。我不想见到你。带走，军座，军座，我求你，求你留下我一条命，我求你了，军座！你现在指着求情了，你怕死了？不，我不怕死，军座。我只是觉得这么死太冤枉了。我求你留我一条命。 求你让我上战场，我愿意给兄弟们报仇，愿意死在战场上。晚了，军法如山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带走，押去。军座，你再替我说两句啊，军座，军座。呆子，你看什么呢？看看他的脸色，好像缓过来点了。 你就直接说觉得人家好看不就完了？我没那意思。哎呦，这还没说什么呢，你就急了，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可别乱说啊！哎，你敢看还不让说啊？我什么时候偷看了？你就是看什么呢？政委，人怎么样了？ 人要是醒过来就没事了，可现在他……政委，你看他！哎，你别激动啊，这枪可容易走火。哎，你可别激动啊，我们都是好人，真的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们可是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。
是这呆子把你救回来的。你倒好，就这样对待你的恩人呢？对，我把你救了。你们是共产党？当然了，如假包换。柳烟，把枪放下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果然。不许动，再动我就开枪了。我早就把子弹卸下来了。你们要把我怎么样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，我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。来，坐下聊吧。有话你就说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是哪里人？枫林渡。我在枫林渡开了一间茶馆。开茶馆？开茶馆怎么会有枪呢？枪是我丈夫的，留给我防身用。哼，这种枪可不是普通的枪，它是美制科尔特 M1911， 就是在美国军队里，这种枪也只能配给中士以上的人使用。你丈夫是什么人？怎么会有这种枪？哎，对了，政委，那枪上有三个字，穆良逢。哎，穆良逢是你丈夫吗？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？把眼罩给老子摘了。等等，别在老子后边开枪，到前面来。怎么了？怕死啊？怕死别当逃兵啊！老子不是逃兵。警车！老兵，我们是特务连的，让我们再进去探眼武连长。开什么玩笑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是你想进就能进的？再说，这么一个孬种有什么好看的？丢人！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让我们进去，会让你后悔生出来。你放手，抢劫法场。别看你是个当官的，敢再动一下，我照样敢开枪。好啊，开枪吧你！别动！他别动！开枪！试试，试试！别动！开枪！开枪！替我转告军座，我对不起他和所有弟兄，欠他和兄弟们的，下辈子还了。扶他一下，来，别急啊，先坐下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刚才有点晕。没事。混蛋！
宗明，你在这好好照顾他。薰云，你跟我出去一下。嗯，好。要不你喝点水吧，啊？你现在身体太虚弱了，不能太激动、太着急。你一定把他扛住。兄弟，好，我就是一个开茶馆的，我没钱，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哎呀，你别担心，我们共产党游击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，不是土匪，你要相信我们。叔叔，我看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这个份上，我不会为难你。来，喝吧。这么说，是你救了我，谢谢你啊。我是在采草药的时候发现你的。你是医生吗？你贵姓？我姓燕，你叫我宗明就行。啊，好。哦，对了，这件衣服是薛云帮你换上的。哦，薛云是哟。我就刚出去一会儿，你就把自己给卖了。哎，哪有？哼，我刚才只是很害怕。你又没做贼，你心虚什么呀？我把你们当土匪了，我们做买卖的。最怕的就是遇见土匪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怎么从山上滚下来的？我是去进货，下雨路滑，不小心摔下来的。进货就你一个人呀？那你家里人呢？我丈夫3年前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战死了。你是寡妇呀？哎呀，行了，本来就是。他现在身体很虚弱，需要休息，等身体养好点了再说不迟。你先休息啊。等等，啊，能把那把枪还给我吗？那是我丈夫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给他吧。反正把子弹都卸了，给。兄弟们先回去吧，我再待一会儿。好，全体注意，加速追，同步走。你俩不走？我俩也想在这多待一会儿。过来。敬兄弟们一杯。慢上。连长，咱兄弟几个一直忙着打鬼子，也没时间喝个酒，今天再喝一顿。
兄弟啊，对不住了，你在下边耐心的等着，就算柳烟不在了，我也会把他的尸骨找回来，让你俩在一起。想不到刀不好用，我给他准备了把新的，可是没有时间给他。老子哥，没出息，我不跟你娘们似的。来，晚上，咱当兵的人呢，脑袋都穿裤腰带上。谁他娘的知道明天会怎么样？如果我能活到打破鬼子那天，我就在这儿支个棚，给兄弟们守墓，这样多好，人多热闹。约定的时间还没到，急什么？急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穆良峰严重违纪，已经被军法处枪毙了。怎么可能呢？我刚从169军那边过来，都传遍了。这东西还没拿到，人就死了？看来只有把希望放在那个柳烟身上。老板不高兴了，咱们不能再出纰漏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拿到穆大明留下的东西。特派员，啊，小人啊，你找我一定有什么急事吧？老吉同志，你们要找的那个柳烟，现在就在我们驻地。哦，你这是编什么呢？我少了一个头绳，自己做一个。纱布没了，咱们就拿薛云的手绢吧。他叫薛云。嗯，他就是个急脾气，其实心眼可好了。这几天啊，他要是说了什么话伤了你了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放心吧，我知道他是好人。哎，谢谢你啊！哎，宗明，啊，你跟薛云是一对吧？不是，他看不上我。他呀，有心上人了。啊，那你呢？你也有心上人了吧？我，谁能稀罕上我呀？你怎么了？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好。感情的事情不能着急，慢慢来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政委呢？他不是有事要问我吗？对，他们去找老吉同志了。你放心吧，没事的。等他们回来，事情的真相就清楚了啊！你别担心，没事。我不担心，你们都是好人。你们这儿厕所在哪儿？哦，很近，就在那头。我带你去吧。好，谢谢你。兄弟们，我们走了。他来干什么？谁知道？这是军座的命令，特务连从今天开始归你管了。另外还有个事儿，我得管你借两个人。谁？就他们俩吧。
看见宗明和那女的了吗？没有啊。你不在屋里好好看着柳烟，跑这儿来干嘛？她上厕所呢。你不是说不许她单独行动吗？我就跟来了。怪了，你刚才吃饭的时候我陪她来过厕所呀，怎么这回又来了？大病初愈，肠胃不好，估计是吃什么东西吃坏肚子了。不对，柳烟，柳烟。人呢？你个笨蛋，让你看个人都看不住，你还在干什么呀？我，赶紧去找那边。好。你们是怎么搞的？啊？这么轻易就让他偷走了？轩辕和宗明已经带着人去追了。老吉，这个柳烟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手里面有党的重要机密。不会吧？他的身上只不过带了一把枪，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的问题啊。这问题还不大，有老百姓带枪的吗？他说是他丈夫给的。我已经派黑子去风陵渡打听过了，她是有个丈夫，以前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，三年前在对日作战中死了，而且周围的人对她反应都不错，她还救过不少抗日将士呢。可你知道她现在的丈夫是谁吗？你什么好呢？看个人都看不住。我看他也不像坏人呢。啊，那坏人难道在脑门上刻个字，告诉大家他是坏人？我看他文文弱弱的，哪知道他还有这心思啊？那文弱明显是装出来的嘛！你想，他一个开茶馆的，一天迎来送往那么多人，受了那么重的伤也不吭一声，怎么看见咱俩就气短了呀？这明摆着是向咱俩示弱，让咱俩放松警戒呢。哎，行行行行。哎，雪月，你看，这是不是柳烟的？应该是。雪月，那边是下山的路，走。来，雪月，小心点。她现在丈夫的名字叫穆良逢，是国民党的精英骨干，多次受过嘉奖，就连蒋介石都很重视她。我还告诉你个他的特殊身份，他的父亲是谁你知道吗？他的父亲就是穆大明。穆队长。对，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穆大明。不过他现在已经是可耻的叛徒了。这不可能，我跟他搭档十年，我很了解他的。你不了解他，你要明白我跟他的交情比你早。当我知道真相的时候，我比你吃惊。那他现在人呢？负隅顽抗，被处决了。军座已经安排好了。那个人什么时候到？据情报显示，明天上午会路过我们防区。饺子啦，你真的认为这次行动有必要？
你真的这么有把握？君佐，你是觉得这个计划不成熟，还是觉得我完成不了这个计划？好吧，这个计划就由你全权负责。是，一定不负使命。赵子郎，我命令，猎人行动现在开始。是。都七点了，你能指望情报处的大爷们给你准确时间？他们那边军饷高，抚恤金高，就是本事不高。怎么不顺眼？哎，不顺眼赶我俩走，我俩还不愿意来呢。我说你们俩别给你们连长丢脸好吧？你还敢提他？世子，咱俩冲任务又不是冲他，你就感谢这次任务吧，不然我俩崩了你！哼，不愧是木良逢的人，都有点反骨啊。站住！你是干什么的？啊，我找你们穆连长。穆连长，嗯，哪个穆连长？穆良逢，穆连长。你是他什么人？啊，我是他太太。啊，嫂子。啊。你怎么才来呀？怎么了？穆连长，穆连长他。司机保镖干掉之后，你们去把人给我截下来。这轿车和卡车上共有四个人，把他们逼停的话，得把他们全部干掉。我们俩出去，你行吗？那是我的事儿，你不用管了。错了吧？管你什么军部的车，下来！日本娘们儿，里边那个，你下来！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连长，连长，你还活着，连长！连长，你疯了！你们不要伤害我丈夫！
这种错误也能犯，以后别说你们是特务连的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根本不是连长。没错，这小子跟穆良逢长得是一模一样。的确是他娘的像。要不是你提前告诉我，我开枪打他的时候真有一种自杀的感觉。连长，你还活着？差一点就见不着了。按军座的意思，你得消失一段时间，好给你留个为特务连的弟兄报仇的机会。什么意思？说清楚。这段时间你归我调遣，具体什么事儿，等你见了军座就知道了。军座，任务完成，人已顺利抓到。嗯，好，军座。军座，谢军座不杀之恩。别谢我，是你用接受任务换回了你自己的这条小命。小莫啊，我可要跟你说清楚，这可是个死亡任务，可能有去无回。你怕不怕死啊？报告军座，不怕。好，好。如果你死了，我算你为国捐躯；如果你活着回来了，我算你将功补过。明白。是什么任务，您就说吧。这次任务的代号是“猎人行动”，目的是摧毁日本人秘密生产武器的基地。军座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多少吃点吧。你的心情我理解。我妹妹小田死的时候，我和你的心情一样。你知道我一直不喜欢你，是因为我妹妹爱着小木，而小木却爱你。你是个好哥哥。妹妹的照片一直挂在我床头，我没有加黑框，自己骗自己吧。也许她还能回来，然后还能跟小木结婚。小木是个好人，值得你妹妹喜欢。我妹妹也这么说，可是对不起，我没能帮你保住小木。你不用说对不起，我知道是我连累了她。小木也这么说，他也觉得拖累了我妹妹，但我现在明白了，小田死了，小木死了，回不来了。虽然我们活着的人很痛苦，可是我们必须要坚强地活着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活着的。我还有些事情没有做。告诉我是什么，我可以帮你吗？那布告上说他背叛了，不是这样的，是有人陷害他。孟子，我要还他的清白。这个事咱们从长计议，你先吃点东西，等回到军营以后咱们再慢慢商量。孟子，小木有你这样的好兄弟，值了，我听你的。这菜好像都凉了，我帮你热热吧，啊。
老板。哎，来喽。来，哎，你帮我把这些菜热一热。哎，好嘞。寸铁的人下手，你们情报处难道除了这招就没别的办法？你错了，他可不是手无寸铁，他顶得上千军万马。他叫龙思良，说他你可能不知道，他的父亲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汉奸龙成栋，他的老婆叫樱木丽子，樱木家族在日本是名门望族。就连他们的司令官见他也要礼让三分。上次我们劫的那辆卡车里装的机器设备是他父亲要送给日本人的，如果日本人得到这批机器设备的话，他们就有可能制造出大量的性能可靠的氢酸手榴弹。什么手榴弹？氢酸手榴弹。穆连长，你手下的50个兵就死在这种手榴弹之下。去弄死他！这他妈还是中国人吗？他根本就不是个人，知道吗？报告，那女的已经招了，她和日本人约好在青木镇见面，她要求不要再打她的丈夫。好，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这个人叫公木幸雄，是兵工厂的司令官。这个呢叫中山正，他是负责兵工厂的防务，而且是个军事天才。公木幸雄呢，每隔段时间就命令中山正出基地抓捕中国老百姓。第一呢是充当劳工，第二作为武器试验的活靶子。啊，穆连长，这个中山正说起来跟你还有些渊源呢。什么意思啊？穆连长，你还记得死在你枪下的那个鬼子枪王井伊男吗？那我还能不记得？这个中山正啊，是这个井伊男的师兄，也是目前鬼子在华的第一狙击手，号称枪神。鬼子的武器兵工厂隐藏在10万大山之中，我们也曾经派了2支部队进山搜索，结果都一去不返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我一直怀疑在我们军部有日本人的奸细，所以这一次我决定由情报处和特务连联合行动，由我直接指挥。这次行动的所有细节不许向任何人透露，包括你们现在的顶头上司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日本的这个秘密基地在什么地方。现在有一个机会，龙思良要往基地里边送仪器，你们正好可以化妆潜伏进去，摸清基地的坐标位置，发报回来，咱们里应外合，就可以一举摧毁基地。你觉得这个办法好吗？这办法好啊，好啊，哼！可是龙思良是个顽固的铁杆汉奸。他不会配合咱们，怎么办？我明白了，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让我……真聪明！我和教子郎都认为，你是假扮龙思良的最好人选。不不不，军总，
您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唯独这汉奸，我是真办不了。穆连长，你的体貌外形和龙思良几乎一模一样，论枪法呢，你跟中山正也不分上下，所以你是最佳人选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军座，你看咱能不能这样？不能。军令如山，穆良逢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这条小命是拿接受这个任务换回来的。嗯，是。Kiyosuke！司令，你好。停！喊什么喊？啊，你喊什么停？对不起，我的丈夫不是这样走路的。那怎么走啊？人不都是两条腿走路吗？你们小鬼子还四条腿走路啊？我说的是你的走路姿势不对，从一个人走路的姿势可以看出他的出身、职业还有性格。你的走路姿势一看就是没有文化的人。栗子这点说得对，当军人的平常拿枪走路，左手拿枪着力点在左脚，右手拿着枪着力点在右脚，习惯之后两脚走路时用的力气是不同的。是的，他走路的时候仰着头看人，目空一切，而且上身不会到处乱晃。目空一切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很骄傲，目中无人。骄傲？他一个汉奸有什么好骄傲的？穆良逢，连长，俗话说人靠衣服，马靠鞍，我觉得你穿这身啊还真挺像汉奸的。你他娘的才汉奸呢，怎么说话呢？不是，连长，你比那汉奸强多了。你看他假惺惺文绉绉的，你看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穆良逢，接指令，任务为重。你少他娘跟我说这个！我告诉你，你那天还不是一枪把我崩了算了。穆良逢，你这个骂人的习惯得给我改了。你别忘了，你答应过军座。没听见？再来一遍。来来来来，兄弟们都打起精神来啊！配合点。我说你们日本人从小就这么跪着呀，
嗨。不行，你跪着吧，我受不了，我还是坐着。哎，哎呦，我还是坐着舒服。那咱们先从敬酒开始吧。敬酒有什么好学的？真是。哎，你动作不对，应该用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扣住酒杯，其他手指可以自然一些。这下连长可有罪受了。哎，你说这小日本个儿都这么矮，是不是就因为老这么跪着给弄的？谁知道啊！哎，你说这龙思良怎么能娶到这么个日本大小姐？我更不知道了。政治联姻。那边那几个路口都要找一找。没问题，我已经派人去了。大吉同志，柳燕身上到底带了什么重要情报，让你这么着急？具体内容我不能告诉你，这是绝密。我现在唯一能告诉你的，这个东西关系到下面对日作战整个战局的成败。小人啊，告诉同志们，把住各个路口，绝不能让他逃出这个地区。好的。乔威欧班哉，你喊什么呀？大东亚共荣万岁。别人喝酒的时候不是这么叫，但我的丈夫他喝酒的时候一定这么叫，而且叫得很大声。这句话我叫不出来，你给我换句别的。不行，这句话一定得说。思良他会的日语本来就不多，是否说这句事关重要。抬头啊，乔威欧班哉！你慢点说，你说这么快，我哪儿记得住啊？嘿，抬，抬，头啊，头呀，乔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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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班哉。八仔八仔，喝了吧啊！日本人啊，在国内得宣传这场战争的正义性，尤其需要龙思良这样的人。再说龙家呢，家资不菲，这几年帮着日本人在欧美买了不少先进设备。日本人看中的是龙家在欧美的势力，所以才把这个大小姐下嫁给龙思良。听你这么说，这个栗子如果不是日本女人，我还挺可怜她的，啊，这不等于让家人给卖了吗？不是，你可怜敌人，敌人不可怜你，心肠软，迟早会害死你。去！我也就这么一说。还有吃面的时候一定要很大声，你吃的声音越大，就表示你对主人越尊敬。这就对了。卤子没有，盐味也不够，我看你们日本人过得也真够苦的。柳姑娘，别！我跟你说啊，上次是误会。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你那个侄子怎么没来帮你？柳姑娘，那是被逼无奈呀，他们把我给绑了，你相信我。我老实巴交的，我可是好人呐。好吧，既然你是身不由己，我就不为难你了。不过掌柜的，我要在你这儿住些日子。哦，哎呀，不成，抓你的人刚走，所以我才要住在这儿。哦，那好吧，我给你开间房，啊，我不收您房钱，算是给您赔罪了。房钱我不会少你的。但是，你要向我保证，
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住在这里。不会不会，我打小爹妈就告诉我了，祸从口出，我要把您这点事说出去，我赖舌头。您放心吧，我带您去房间啊。请请请。等等。您见多识广，你帮我看看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。这好像是药啊。药？我侄子知道，等他来了让他给你瞅瞅，他是大夫。那行，等你侄子来了麻烦您叫我一下。好好好，那走吧。好。这还得学到什么时候啊？这是最后一项了，茶道，请您再坚持一下吧。这茶真香。来，喝吧。对不起，我刚才想起我的女人了，她原来也给我泡过茶。我也是很想念我的丈夫，为了我们彼此能够早日见到自己心爱的人，请您再用心一些吧。该死的人都活着，该活着的人却全都死了。刘烨，我当兵了。怎么了？我当兵你不高兴啊？你没看见人家外边都去？你知道当兵意味着什么吗？你也应该听说过，我的丈夫他就死在……我知道，我命大。忘了我以前跟你说过，那野猪追着我跑，最后不都让我打死了吗？那小鬼子再厉害，还能比野猪厉害？可是野猪没有枪。那野猪有牙呀。我也有枪，这部队过两天就给我发枪，等发了枪我给你看看，我打枪打得可准。哎，你看看。看看，我给你敬个礼。怎么样？再给我敬个礼。我们部队要走了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。我倒是不要紧，倒是你枪林弹雨的，一定要加点小心才是。你也别担心我，我来就是告诉你，仗一打了，我马上就回来。那我走了。小木。
我喜欢你。我渴了。小木，好长时间没喝你泡的茶了。我这就给你沏茶。来，小心点。是人干的事儿吗？连长，你看，贴贴贴，你贴什么贴？人都这样了，还贴，你有没有点人性啊？报告，人带来了，进来看看你。栗子小姐，请把这照片贴在黑板上。嗨。请你快点。这些照片上的人，都是被日本军队用氰酸手榴弹毒死的。我们在几个不同的战场，遭遇了不同材质外壳的氰酸手榴弹的袭击，以此我们推断。日本人对这种武器还在试验过程中，但是龙思良的设备会让日本人对这种武器加速研制，所以在这个武器没有定型之前，我们必须将这个秘密工厂彻底摧毁。我丈夫只是想帮助你们的国家。放屁！帮我们中国人杀我们自己人呢？你睁开你眼珠子看看，这都是什么？既然是战争，军人的死伤是难免的，这些不能怪思量。军人？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老百姓也该死啊！为了试验这种武器的效果，你们早在投入战场之前就在老百姓中间试验过了。这些不是真的，这些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，怎么可能？你们都在说谎！这些都是谎言。皇军为了大东亚共荣的事业，不会做这么残忍的事情的。栗子小姐，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但是要不了多久，你会亲眼看到你们的皇军灭绝人性的残忍。把监听打开，灯关掉。有，这有什么新鲜玩意儿？这么折磨你的，这点皮肉之苦，摧垮不了我的信念。这帮莽夫，哪里懂得大东亚共荣的伟大事业？思良，你们中国有句老话，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为了你我的将来，你要学会明哲保身。你懂什么？为了信念，牺牲是必须的，明白了。
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卡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？卡车上装的是我父亲大人送给大日本皇军的礼物，是专门从德国进口的精密仪器。是用来制造氰酸手榴弹的吗？你听谁说的？是我亲眼看到的照片。思量，氰酸手榴弹不仅杀死了中国的军人，还伤害了那些无辜的老百姓。那不是杀害，那是牺牲，伟大的牺牲。牺牲？啊，是的，李子，来坐下。你听我说，那些老百姓不会白死，因为只有当人口减少以后，其他人才不会挨饿。山川将不会再被污染，大地返璞归真，世界重建之后将是一片人间乐土。这只是为了达到我们伟大的理想所必须要有的附带伤害，仅此而已。这他娘的就神经病啊！这事儿你不用那么小声，他听不见啊。听不见？这他娘分明就是神经病啊！这是柳姑娘，您不是说找我侄子有事儿吗？他来了。啊，我这就来。小明儿，小明儿。你好，柳姑娘。柳烟，是你。哎，你们认识啊？哦，哎，你病好了。哎，柳姑娘，可别这样啊！你把枪放下，我是来镇上抓点药，不是来抓你的。是啊。你肯定是来抓我的。真的不是来抓你的。说他怎么在你这儿啊？哎呦，一言难尽呐。哎，你们不是游击队打鬼子吗？你们怎么难为柳姑娘啊？你们我没难为她呀。哎，这事儿我也一言难尽。柳姑娘，你看这事儿，这你现在是没地方待了吧？你就在我叔这儿住着吧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啊啊，真的？真的吗？啊，这就对了。宗明啊，你是个大夫，别跟他们瞎掺和。我没有。这个世道能活着就不易呀，快回山上去吧。啊，刘姑娘，别难为他了啊，他是一个本分人。我不会难为他的。宗明，啊，我相信你。要不你先回去吧。行，那我……哎，你等一下。柳烟，这个是养身子的方子，你抓紧服先吃，啊！不管你那个事儿有多难解决，先把身子骨养好了，这是最关键的啊！叔，你帮我照看着他点儿。行了行了，走吧，啊，走吧走吧。谢谢你，宗明。对你做了什么？他们没有对我做什么，是我自己看到的那些照片。思量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了你的那些信仰，为了你的那些信念，有多少无辜的人要白白的牺牲啊？闭嘴！混账！
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这么说就意味着背叛，你明白吗？思良，我可能不是一个好妻子，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。你也要记住，不要背叛你的祖国，更不要背叛你的信念。先把眼泪擦掉，这样会让人怀疑的。这次的任务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如果失败的话，死的不只是我们车里这几个人，还有千千万万无辜的人。请不要感情用事。把眼泪擦了。我希望你能记住你说的话。废话，行了，你就别老在这儿叨咕。我会尽全力帮助你们的，也希望你们能够遵守你们的承诺，在我完成任务之后放了我丈夫。这点你放心，我会信守承诺的。哟，来了，老板。是你呀、啊。你还记得我？记得记得，您救过我吗？您最近见过柳烟姑娘吗？柳烟，你要向我保证，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住在这里。啊，没有。到了。哎，慢走啊你。孟子哥，冯灵渡没有，娟儿也没有，那咱们下面去哪儿啊？小莫已经没了。咱们无论如何都要找到柳烟。是。是鬼子，怎么办？这边撤，撤。ノースリア持ってきた設備は非常に重要です。受けるのは間違いないように。ここは土地と敵の境界です。複雑です。この村を封鎖しておかしい人を射殺しろ。動くな、あっち行け。走。東南方面戦術部隊集中、任せるよ。はい。我哪儿也不去，你快走吧啊！快走！谢谢你啊，老掌柜。快走！来，先躲起来。快走吧，快走！走啊，快走！
柳岩，猛子，趴下！一斌，ここ一人がいる。連れてけ。連れてけ。自己会走。殺しました。我々は4人負傷、10人沈没しました。全部捕まえろ。村の全部の人を葬ろ。はい。怎么了？以前我跟我媳妇在这个客栈住过。她现在在哪儿？死了。对不起。龙少爷，樱木小姐，我是美之子。公墓司令特地命令我在此恭候您的大驾。辛苦了。请问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现在形势紧张，这里不太安全。公墓司令希望你们立即就出发。也好。不过，一话请说。去基地的路线是机密，十里之处。请海涵。行行行，还是努力。行。老婆婆，还是努力。姑娘，婆婆，你怎么也被抓来了？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皇军说我老了，带我去享福，管吃管住呢。快走，行了。他们说的话，你怎么能相信呢？阿金，给开！努力，还不行了。我们是已经到了吗？还有一段路，请贵客稍安勿躁。被蒙着眼睛的贵客很不愉快。对不起了，这是制造厂的规定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不过现在你们可以取下来了。我还有点事，先行告退了。
少爷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走。啊，我们走。司良先生吧，有失远迎，失礼了。公务司令你好。哦，栗子小姐，欢迎。公务叔叔，一路辛苦了，让您费心了。